大家看，大叔表演口中吐出长面条，这招你的朋友见到一定会目瞪口呆，大惊失色。其实原理很简单，看完教学你也可以学会。大家继续往后看，来，大家看，手里一张普通的纸巾，我们只需要把纸巾撕下来，一个两个 OK， 三个，那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，把中间的纸巾我们继续的撕下来，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把纸巾放进嘴里，OK， 同款视频教学我已经教练好了，欢迎大家来学习，学不会你来打我啊。